两不要动，真不要动。那弄毛巾嘛，弄也太大。包车。啊，这里面书包车。叫的不，可以了。 嗯，谈一下嘛。那他们那是怎么打的嘛？反正弄嘛，有点用嘛。我学生嘛，然后是开始是书记嘛，然后上了身上。哈哈哈哈哈。 再吃，先搁那不习惯。嗯，尝到味道了。哎，这儿吃的干净了。是可以哟。 连他那个老大哥都一块芝麻啥个黑点，太急。鼻梁上的。多半长个黑鼻子。你像大猫的时候，鼻子两边就是两个黑点的。没得吧？不是，吃完了是吧？有。 有热不得还忘记了，再闻一下嘛，吃个把瓶瓶，不吃，君君啊，又找哪一个？ 你王鹏那个菌子是不是很菌哦？还是很菌。是是。王昭君，那个菌嘛就是有菌噻，菌子。菌子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动不动乖乖。就是昭君。就是那个金猪那个菌就可以了。 张姐今天辛苦了，今天，嗯，张姐的，你放不上，张姐的，给张姐给我打电话，咋又来电话哦？有啥子事情？真的变了。给刘连打电话，刘连你怎么？刘连找我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，他说，他说我不知道给他打几个电话，他说给我没接到。 他说是不是生猫了？我说我都不晓得。9:00，晚上8:00。我这儿。 30-30都可以啊。嗯，时间30多。没说这句话。不上去，干那啥子？哎，这个椅子坐的舒服啊。
Kollege. Ich bin kein. Hey, Schäfer.这是海瑞的福利好啊。嗯，几个渣渣嘛。有了，来休息啊，再谈。对，不跟他再抢是吧？还有个朋友是那个位置有点关系。昨天吃没吃东西吗？吃了肚子嘞。你这边有几瓶啤酒？有。光确实的，不过光酒打不打？那光酒有啥子？就是挑噻，我就挑不起，最低是。你俺也是我去的嘛，也是。我这还是有十二六百的瓶。哎，咋办路就我太上了。啤酒瓶。哦哟，你俺也是可以挣3200的。哇，太冲了嘛。还吃什么？不吃了。一个光圈就是了吧？我的最低不是四点零，那个咋会这么便宜了？3200的时候就是4.0。哈哈哈哈哈！打喷嚏，打喷嚏，把鼻子都打出来了。哪里嘛？那个，我给你，我抽一下，看有好多。这个。